这古巴战士 SNK 跟越南大作战是同一家诶。Push the star，好，One Player Mode，单独玩家。等一下，哦吼吼吼，这个，哦，人质，这个。对，哎呦！来，都来！哦！把人质杀掉，然后扣500，来，都来，哦，这看起来好厉害哦，人质被杀掉了，你是不是想打仗啊？你们想干什么？哦吼！我们一直把人质干掉了。哦，等他们来。哦，这个，我觉得有点像旧版的温度。我一直把人质干掉。哎，他的坦克。好多人质，哦，这招厉害哦！这个厉害。哇！这指挥官没了之后，竟然给我跑这个！哇！这任天堂真的是，不要让我一直死吗？哦，我们一直闪就好了。等一下，中。赢了！这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才七关而已。登陆成功，向内陆进军，为解放首都而战斗。哦，不要！
喂。哦，这个 T L 是什么？哦 ，L 就这个了。哦 ，SSS， 哦，这个看起来有够厉害的。哦吼吼、哦，这个够屌。我们救人质。我们不理人质，你为什么一直射我？这是士兵，这个哇，硬死！这个灯是哦，这个不错。哦，加后面就很爽，加后面就直接那个。我们要一直闪，我们就一直用这个好了。我们一本道。哦，哦，这个，这厉害哦！哦，这个，这个赞。哦，来了，没有，我红白机都是那个，我的 CPU 到底是多差、啊？哦，中，对，打赢了，第二关多简单。GG 前进，这应该也是因为在讲说古巴那边时常内战吧？哎，应该也不是啊，非洲那边内战比较多吧？古巴算是南美洲。压地也不要去碰。我们要渡河，我们把人质干掉了。哎呦，
可恶，我的武器都炸没了，你陪我。来地雷吧。哦，原来。哦，这个不愧是南美洲的一些雨林耶。怎么我又死了、啊？自从拿了那个之后，我就容易死了。我就一直死，怎样？我。我按照 select 的，你能不能不要再射我？哦，人质，喂。这招绝对够棒。哦，我们过去了，想丢手榴弹。哎，把你的潜水用具给我。嘿，好重啊！不要小看古巴士兵，古巴战士哦。然后抄那个，抄那个。到底是为何我红白机还要那个？哦。士兵越来越多，哦，可怕可怕可怕！现在大家应该都过年了吧？哦，一直死。以前红白机是没有那个复活，就是复活次数的机制吗？这也太难！哦，红色来了，我剩他。OK， 大家新年快乐哦，吉祥如意，今天再见。哎，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，好棒哦！以前游戏有一些漏洞，对啊，这样一直丢手雷，一直丢手雷下去，十发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发了。成功突破敌人的守基地，敌人的攻击将再次变得更加猛烈。哦，有直升机。
和你给你吃一发。嘿，地雷，手雷炸掉地雷吗？啊，不能，这地雷真有够厉害的。我们来开战车，我疯狂乱炸。哦，有 L， 有 L， 我们把人质杀掉了。我又怕了，我刚刚听到声音了，可能来不及的样子。等一下，这也太难。哦，又是这个。你们跳过来自杀，哇，我们直接掠过好了，你不要跳过来自杀好不好？首先我们要小心，哇，我要炸人质了，嘿，我也太准了，打人质的时候100%准，打人的时候却一点都不准。把手雷搞定你们，欸，跟月亮大作战不一样，月亮大作战要一直按着连发才可以发动。那个要怎么T， 两个 T， 哦，两个 T 就是强化。我们往前，慢慢往前。哎，你想干什么？你们想干什么？认为我会服从于你们吗？哦，来了，推土机哦，哦，真的好简单哦，应该只是小王，还有一个。哦，哎，什么？哦，直接把我扔走，哎，成功区又没靠内。
敌人把我反而扔进去是怎样？哦，然后转转转转，这很有复古风。哦，这个非常好玩的一个点阵，转阵啊！不能杀人质哦，四人质要全部杀光吧？我到了，到了。L 是什么？哦，黄色。哦 ，T 就只是这样。啊，那个 L 是这样，然后 T 的话。哦，对啊，就这样啊，挂掉了。哦，成功，还有一个，应该还有一个。哦，没了，真快。煤矿被破坏，敌人溃败了。哦、OK OK， 慢慢来，慢慢来。用手雷就搞定了。为什么你要刚刚好出现在我那个地方？嘿、欸，我可以下去吗？哎、欸，直冲直冲直冲，不理人。冲个头了。哦，这边这边看到了，我怎么那么智障，一直在那边左转右转，然后丢手雷。这人恐怕一定会出现。哎，怎么没出现？太不符合常理。可以不要卡我吗？你不要，以前游戏的一些不良设计，应该说没那么多内容去设计啊。我们有个西，哦，那个西。哦，你想干什么？哎呦，哎呦！
这样炸下去把它炸掉。What？ 突袭，很好的突袭。L， 我刚刚应该拿 T，T 对闪兵比较有效。哦，有了有了有 T 了。来来，哦，还没到完。哎，我不要 L， 我不要 L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要把我丢出去！到底要把我丢到哪里去啊？你们？